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系列活动《光荣绽放》十大青年小号演奏家音乐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悦。你们好，我是梁璐，你们好吗？光荣绽放十大青年小号演奏家音乐会啊，是光荣绽放系列音乐会的重要选题。那今晚呢，将有十位目前我们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小号演奏家汇聚在今天这个舞台上，相信他们的精彩演奏啊，一定会为各位带来一场美妙绝伦的经典的音乐盛会。啊，真的是让人充满了期待哈！而且在现场，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青春跟时尚的气息是扑面而来。没错，今天晚上十位青年小号演奏家将会为我们带来很多经典的曲目。我相信在现场，我们将会共同开启一场音乐的奇幻之旅。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担任今天音乐会伴奏的乐团，它就是我身后的享誉中外的中国爱乐乐团，欢迎他们。欢迎。好，那担任本场指挥的呢，也是著名的指挥家杨洋先生，把掌声送给他。其实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爱乐乐团，因为他们已经和我们的光荣绽放系列音乐会合作过很多场，而且是场场精彩，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也期待着你们的精彩演出。好的，相信大家此刻都非常期待了，这十位小号演奏家到底是谁呢？长得帅不帅呢？你最关心这个话题是不是？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光荣绽放十大青年小号演奏家陈光，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小号首席。王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首席。夏飞，上海交响乐团小号首席。鲁肖林，中国爱乐乐团小号首席。张楠，中国音乐学院小号专业讲师。王晨醒，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小号首席。李小川，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爵士音乐学院管乐系主任。尹晓辉，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铜管五重奏首席。赵洪根，北京交响乐团小号副首席。李德钦，中国爱乐乐团小号副首席。他们将在今晚光荣绽放。
龙绽放啊，是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精心打造的一个高端音乐品牌。自2012年开播至今呢，它已经成功的举办了23场演出，数百位演奏家、歌唱家已经在这个舞台上光荣绽放了。可以说呢，这样一个系列音乐会啊，为传播经典艺术、传承民族文化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嗯，没错。而且光荣绽放的系列音乐会哈，一直做到现在可以说每一期的光荣绽放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主题，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十大二胡啊，十大小提琴呐、十大女高音啊，等等等等。是啊，那光荣绽放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十大青年小号演奏家音乐会。那在座的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对小号这种乐器呢都不陌生，但是我也相信啊，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太深入细致的了解过小号。不过没关系啊，今天的音乐会，咱们就一起静静的聆听，细细的品味小号那独特的音乐魅力。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王晨醒为我们带来一曲柴可夫斯基的《那不里舞曲》，有请，掌声欢迎。其实啊，小号传入中国这100多年来哈，不断的有人尝试创作属于中国自己的小号原创音乐。没错，你说到原创啊，我觉得其实原创本身就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你看，它不仅需要有一定的基本功，而且呢还要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哎，梁璐，我问你啊，今晚咱们的舞台上会不会有哪一位演奏家来演奏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有没有？当然会有了。而且我告诉你哈，马月，今天晚上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曲目呢，应该说是为我们的光荣绽放专门创作的曲目。真的呀？激动吧？太好了，赶快请出来吧。那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青年演奏家尹晓辉与青年琵琶演奏家马林为大家共同演绎《云南随响》。来，掌声有请。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跨界风潮啊，从来都不是时尚界的专属。作为一种音乐风格啊，它已经出现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了。就连著名的格莱美都专门的设立了一项叫做最佳古典跨界专辑奖，用以表彰那些标新立异的音乐艺术家们。那今天啊，我们光荣绽放的舞台上也将刮起一股跨界之风。哎，梁璐啊，你知道吗？自打知道要主持今天的音乐会啊，我可是没少下功夫啊。我跟你说，我搜集了小浩的各种各样的资料。你怎么样？你做功课没有？我觉得你现在就应该算半个专家了吧？那必须的呀！你做功课没有？我问你。作为一名音乐频道的主持人，我当然也会做功课了。别吹啊，千万别吹。那我考考你哈，
我问个简单点的，你知道这个小号的历史吗？也就是说它怎么来的？这我必须知道啊。小号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在15世纪的时候呢，它最早出现在古埃及以及日耳曼部落的图画当中。不过当时呢，它是用于宗教和军事领域。小号传入中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行啊，没难住你哈。我再问你一个，这个问题更难了哈。你看，既然小号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它肯定有许许多多的小号的经典旋律、经典作品。你能不能给大家说出几首来？哎呀，这个应该不难哈，像《凯旋进行曲》啊，还有我们刚刚听过的《拿破里舞曲》啊，以及海顿的《降 E 大调协奏曲》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哎，这么说吧，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百听不厌。好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晨光为我们带来海顿的《降 E 大调协奏曲》第3乐章，掌声欢迎。有请。
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一首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柴可夫斯基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古典音乐家之一，每次听他的作品啊，你会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律动的旋律去心潮澎湃。他的作品有的时候热情奔放，有的时候细腻婉约。我觉得音乐呀，就是有这样神奇的魔力，它可以瞬间带你穿越时空，去领略作曲家作曲时的心态，甚至可以窥探到他们的性格。好了，说了这么多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现场欣赏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流浪音乐家舞曲》，掌声欢迎尹晓辉、李德钦。
其实说到小号在中国的发展啊，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到的，他曾经有过10年的海外留学经历，而且呢，在回国之后担纲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小号，同时现在执教于中央音乐学院。大家告诉我，他是？掌声欢迎戴多辉，戴老师。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的光荣绽放十大青年小号演奏家的这个舞台上，您也现场聆听了这些年轻人的表演，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年轻人说？我是觉得，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光荣绽放》这个节目啊，这个栏目给了我们小号界呢这么好一个平台，让我们的青年演奏家能够在这里展现他们的风采，这个是一件非常让人欣慰的事情。我要代表我的前辈，还有这个所有的小号同仁，这个对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光荣绽放》栏目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也特别感谢戴老师对我们光荣绽放的支持哈。其实艺术就是需要不断的有新鲜血液注入，不断的有人去传承去发展。我相信有了我们光荣绽放这样一个平台哈，有更多的小号热爱者会奔着这样一个目标来到我们的光荣绽放，会有更多优秀的小号艺术家出现。
Thank you.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古典音乐流行化，流行音乐殿堂化呢，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光荣绽放所追求的目标。那接下来大家即将欣赏到的这首乐曲啊，正是体现了我们音乐会的这个宗旨。
那这首乐曲呢，是以我们中国传统的茉莉花为基调，但其中啊，却融合了爵士布鲁斯。朋友们，大家想象一下啊，当东方遇上西方，当小号遇上茉莉花，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华彩乐章呢？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鲁肖林和他的朋友贝斯季鹏、口琴张晓松、踢踏舞江少峰为我们带来一曲《青花踏》。